母亲节的时候，就一人准备了一卡祖母绿，婆婆就是这样，嗯，很漂亮，然后就摸耳朵了，嗯，什么？没有耳环啊？哎，没有镯子啊？哎，这里好冷啊！以后这些都你的，都要回去给你。等等等等，我想讲就觉得对，下次要讲到。对。